乱锤。好，这波三层技能起手，一二技能，还一技能往前面点吗？一技能再往前面点，只点掉的话是这波杨宇，好，这波公孙离站了出来，打到一门喷了两个人，采取了奥义是直接被抬走了，朵莉亚也被抬走了，这波阿离站了出来，你敢信？好，这边好像阵容上是不太好切啊，两个大招硬要点点掉了，公孙离再次捕捉到了机会，公孙离确实有手法。这边皇城 PK 点了个减速，一技能闪现在脸上，哇什么安澜，好不好，闪现二技能接一刀。这边曹操又在进行一波切后大招坐了下来，大士兵直接进行了个买酒门步，曹操直接切入了战场，好像没有人能拿这个曹操有办法，鲁班闪现子直接把公孙离给换掉了，现在没有大招的大士兵是直接被鲁班的两束子弹给扫死了，辅助赶紧逃，但这里鲁班大师大招又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好像会被一波吧，上路居然是有兵线的，他们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介绍是吧，没有特别多的介绍，不过普通古鲁的兵对，很有画面啊，很有画面。好，又刷了一个大刀，大刀强杀，我看一下这一波二技能抬走了王昭君，机枪满站了出来，这波应该是上路的防御塔也要继续放掉，杨玉环还是太自由了，好吧，杨玉环还是太自由了，曹操闪现开硬身三刀，三刀接二技能加一个普通攻击的拔刀，抬走了，抬走了这个戈雅，好吧，蒙亚啊，蒙亚直接一波抬走了，哇，天才，有实力啊，有实力。